花道を深く進め行きたい幸福和快乐世界去真实的感觉凉的头痛痛好几国的语言，我有一首，我也只有一首啦。我有一首歌，我是可以用大概17个国家的，这么厉害，17个，对啊，因为要练，因为我们全世界到处去表演。这次瑞士我也展现了一下，他不可能吧？17个国家怎么样？哪一首歌？生日快乐歌，在瑞士，他是这样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在瑞士我就可以。对，我到德国竟然也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唱？是 Happy Birthday。日本。Happy Birthday。没有，日本不一样。Happy Birthday。不一样。不能太标准，一样嘛。马来不一样 ，Selamat Hari Jadi。你看 ，Selamat Hari Jadi。你算是一个新人。祝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你认为会有多少人来？我也没有来过台湾办任何的活动，然后一直以来大家都是在网络上支持我，所以到现场我还是真的不敢期待。我刚齐慧在我耳后在叽叽喳喳在讲一些话，哎呦，他希望你以后来台湾，裤子不要穿那么紧。直接来揭晓到底有多少粉丝？三，眼睛闭上，眼睛闭上，闭上，3、2、1，请转身。
过了他们，就是我在我见面会的时候都有来支持。